以前骂韩国瑜啥样子，现在他当院长，风向变了，马上又喜欢了。怎样？我不能喜欢韩国瑜哦？啊？你规定的哦，法律规定的哦。我就喜欢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就是看他当了院长，我爽怎么样？在2019年的时候，黄国昌也骂了韩国瑜，骂的不要不要的。19年来，我带你回想那。选完了嘛？那刚刚他们两个见面，勾肩搭背的聊得很愉快。韩国瑜那我就走了，黄国昌。然后呢，又说黄国昌怎么样怎么样？你知道黄国昌以前，你在里面看到那些人，他都骂了一个遍。政治嘛，政治，你有没有看过连续剧？政治嘛，大家以后总是同事，虽然我们彼此都是政敌嘛。但是有摄影机，有直播，大家是来国家大事的，个人恩怨放在旁边。今天啊，最开心的事情就是，今天最开心的就是这个韩，那叫什么？我该怎么形容？韩市长变成韩院长，好不好？我相信大家立法院，我个人现在很爽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今天看到这个新闻之后呢，我都觉得我很喜欢韩国瑜，真的，我很喜欢韩国瑜。以前骂韩国瑜啥样子，现在他当院长，风向变了，马上又喜欢了。人都这样啊，人都这样嘛，对不对？以前不喜欢啊，我以前很喜欢民进党啊，我现在不喜欢啊，因为他们够垃圾啊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咬我？台湾选民都是这样？怎么样？你意思就是说，一票民进党，终身民进党？你那么奴啊？哎，中华民国，那以后干嘛选举？以后只要宣传车出来。各位亲爱的台湾人民，我们是民主进步党，请记住，我们台湾人常说不能不为棍。你上一次投票投给蔡英文，投给我们民进党，这一次一定要支持哦，不然北归因啊，笨手，没人格，下贱，你就要以后出来选举这样选，你就要出来选举这样讲嘛，怎样？我不能喜欢韩国瑜哦，啊，你规定的哦，法律规定的哦，我就喜欢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就是看他当了院长，我爽，怎么样？聊天室以前也很多人讨厌我啊，聊天室以前也有很多韩粉啊，他以前很讨厌馆长。聊天室以前也有很多我在支持蔡英文的时候，觉得我这个人不行啊，现在也是我的粉丝啊，怎么样哟啦？那你怎么样哟？奇怪了，我今天看韩国瑜不错啊，我看到他很爽啊，怎么样？我看他很爽啊，怎么样？莫名其妙，我不能喜欢韩国瑜哦。哦，在2019年的时候，大家还记得有一个人叫黄国昌，去捅马蜂窝，捅韩国瑜的马蜂窝，他那个掩埋的那个有没有？云林哪演？我忘记了。黄国昌去给他踢爆。黄国昌也骂了韩国瑜，骂的不要不要的。19年来，我带你回想，那选完了嘛？那刚刚他们两个见面，勾肩搭背的聊得很愉快。韩国瑜那我就走了，黄国昌。然后呢，又说黄国昌怎么样怎么样？你知道黄国昌以前，你在里面看到那些人，他都骂了一个遍。政治嘛，政治，你有没有看过连续剧？政治嘛，大家以后总是同事，虽然我们彼此都是政敌嘛，但是有摄影机，有直播，大家是来国家大事的，个人恩怨放在旁边，都国家大事，国家大事大家商量，讲都讲啦，国家利益啦，其实还是有政治利益，看谁做的嘛，邀功嘛，以后可以拿来当，哎，我民众党。当了立委，我们提出什么法案？国民党提出什么法案？这都是政绩嘛，
选举看那么多年还不知道，以后这些立法委员单独出来选的时候，国民党单独出来的时候，民众党单独出来的时候，才可以跟国会跟新闻媒体说我们这几年做了什么事，请大家再继续支持我们下个四年。现在未来政治很竞争的啦，不得不说他这次真的很帅，不得不这么说啦，而且是心心念念啊，思思念念啊，他只讲小党，思思念念就是在讲民众党。所以我期待未来韩总跟国昌老师，因为国昌老师是总召嘛，就是讲白一点，总召是什么？总召就是老大啦，立委头啦，民众党立委头啦，就是老师啦。那我也深信老师绝对会，我那天跟他聊天，他那天来这边中午做直播，我才跟他聊，他也说，我也跟他讲，他也说哇，他很期待开议，我说我也很期待开议，反正你等着吧，民进党你等着吧，有时候是真的啦，总统选赢了吧，选赢了，他们这些人会让你知道，没有那么好干，这次的钱就没有那么好骗。如果你们最近有在观察他们要修什么法，在这一阵子其实国民党跟民众党提出来的非常相似，除了国会透明之外，总统必须来到立法院接受他们的，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财政化，财政这个东西呢，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众党所提出的法案，你想要用特别预算也得经过立法院的同意。那以前没办法，我常讲，以前大家都，如果你不了解的话，你就觉得很不可思议，或是觉得他们很可恶嘛。以前就是没有这个，所以说实在的，如果今天就算我支持民进党，我也很怕他们。我支持哪一党我也很怕。你想想看，由上到下，立委是你的，院长是你的，行政院长是你的，行政院长指定预算，然后到立法院，院长点头，所有人投票过了，爱钱爱怎么用怎么用，没人可以挡，完全没有监督的机制，好，你今天出了弊案，出了问题，我要跟你调资料，我要修法修理你，修理不过，你多少席而已，你跟人家调什么资料？来啊，不然来投票啊！立法院都是这样嘛，你要什么台电趸购合约，你要什么什么，以前我们讲高端。来啊，来表决啊，要不要公开啊？你就表不赢他、啊。可是所以这一次完全不一样的新气象。所以我觉得这四年，我们先姑且不要讲这八年，这四年真的立法院是最重要的，而且赖清德绝对边缘人。大家好，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，祝福三立新闻网观众朋友们，天天拢有钱，喝运拢中来。台南四百，台湾灯会，拢喜利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崇宏唐崇盛，在这边要祝福我们所有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，龙行天下，探大情，喝文龙火力。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嘉义市长永妈黄敏惠，新的一年祝福大家幸福平安，快乐龙中来。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嘉义县长翁章良，祝福大家龙来运转，好运一整年。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屏东县长周春米，祝福大家飞龙在天，龙年行大运。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新竹县长姚文科，祝福大家龙马精神展宏图，幸福安康合家欢，龙年行大运，欢迎大家来新竹县穷下来聊。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云林县长张立善，祝福大家富贵荣华，事事拢顺利。